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国语版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誉贤观3600圣48000贤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盛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与陈前人像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一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神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